在座各位，那要恢复到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要安怎做？爱安尼，先领身份。那要袂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，要赶紧办。你办好的时阵，你是属本土台湾人，你就是公民吼。啊，你若是讲你办好了，毋是非台湾人，你就是摕居民证。啊，居民证两年以后，你就变作公民证啊。就讲这张身份证有分 class 啊，分级别。啊，我那请在座各位爱真了解了后，向其他的人来说明台湾国际地位的事实啊。啊，而且恁爱了解就讲本土台湾人，咱真正伫2013年已经准备好啊。哦，准备好的时阵，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啦，爱有够一挂官员啦。在座各位，那受训练了后就是官员吼。来，咱来为倒位过来了解着台湾民政府几只。你去看《时报周刊》1975期，哦，叫我一个啥？台湾民政府神秘面纱。诶，为什么那么神秘？台湾民政府在台湾拢互媒体封锁啊，所以一般民众根本就唔知影有这个台湾民政府啊。所以为《时报周刊》渐渐，就我都看到，这张就是恁需要办的台湾 government identification card， 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好，叫一个级别有啊。这张是美国军事政府所发的，吼，伫美国遐做的，啊，你也由咱台湾民政府来发行。啊，这张内底的上重要就是拄只讲级别吼，啥物人做这张身份证 ？USNG， 你若有申请着，你会使看遮有编号 ，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张就是美国。这周台湾发言，伫联合国嘛，报咱台湾民政府，你也甲咱的周边的朋友来介绍。好，拄只讲中华民国护照，我着入去联合国。啊，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有法度入去无？咱来看。谢谢主席，请调内政部跟法务部的代表。
周委员好。嗨，部长好。华务部是张主任主任检察官啊，好。啊，两位好，好，希望你们各代表内政部跟法务部啊，这个回复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。台湾民政府啊，在各县市街头都有看板，都有这个办公室啊，都有招牌。然后这个很多民众身上也带了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这个证件，所有的证件。然后这个不管这边透委的执行或是你们答复，他的目前如果还不晓得有民政府或者民政府在做什么的，这就很奇怪了。有关系的发展，我们有预设立场。因为他到底出发点，他的基调是在否定我们这个政府对台湾的这个统治权，所以他认为台湾的这个二次大战的美国的这个军政府体系，还有尾巴就是台湾，他是这样的论调，你们都有了哈。那现在我看你们这个报告，就几个基本的问题，你们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？到底是为什么发展？你们两个单位都在多少看不懂？那简单好了，那照现在已经行之有年的，而且相当普及的台湾民政府在台湾的活动，以及在国际的活动，照目前这样下去，我们政府表示说还不能采取任何的行动跟态度。政府不是对一件你大家看到的事情不置可否，表示说它的现状是可以持续的，是不是存在跟持续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讲一下啊。像你报告，如果站在刑事法立场，那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，就不是刑事不法行为。对，那我们就不能加以追究跟处罚。对，你这个书面都有了。是。好，那台湾民政府听到你这个计划以后，它更可以发展。好，那其他刑事犯没有了解。他的庞大的活动，跨国的活动，公开的活动，他们上美国法庭去告，当然也没有说被美国说他这个不准入境或者怎么样，没有啊，他们是在美国，进出驻足啊，他的活动，照样在美国公开的，可以这个，进行啊，你们。这样今天的这个答复，我认为我的看法日本台民政府它更有发展的这个空间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立法院的执行的部分？台湾民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，是可以无限发展的。来到了看这个是什么呢？愚昧的来攻占台湾民政府哈，这条新闻讲。你知道台湾的民政府那个身份证吗？真的有人办？真的有人办吗？要钱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已经四万个人办，一个是1000块，下个礼拜要办，下个礼拜1500。4万个1000块，他光是办这个就4000万。而且他们距离还不少，你知道在新竹市，他们1500。我看到媒体都知影，台湾民政府这条新闻就是美国所发的哈。台北街头今天有一场号称高素质的游行活动，借由理性游行向人民宣告，马协会之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定台湾的国际地位。手拿着盾牌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就在街头上演威武的镇暴操。
经过忠孝东路，再转向林森南路，接着往青岛东路，走到中山南路，最后在终点自由广场集合。透过大规模的上街游行，主要诉求要让台湾国际地位被世界看见。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在知道发令之后，全部都站出来，全台各地每个中外人以上在这边集合。机会游行是民主主义国家一项重要权利，用合理理性的方式，希望也能让想要表达的诉求得到共鸣。这是去年十月十号，在座各位有十个人去参加这大游行哦。这目标是要创啥？被全世界看见啊！被全世界看见。咱是当时去控告美国，2006年的十月二十四啊。摕这本无啊，这本我拄了讲，流亡叫啥呢？叛乱组织，政权不稳，用绿色的啊。这是西藏流亡政府，因流亡去倒位？印度，因还是摕绿色的。来，台湾民政府拄则讲，2008年二月初二正式成立，目标41万张的身份证，4000名公务人员。在座各位，属这个4000名，加属这个1000名警察部分吼。分出几班和高级班，那两班都上门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哦，在座各位来的是上这个口号，来，最近最热门的，你有看过这个无 ？G7。咱台湾民政府有去参加，咱有派两个代表，哦，去参加这基斯本的观察员的会议。啊，这本就是基斯本开会时阵顺续出一本专刊，100页内底，咱台湾民政府有占4页，这是首页哈。伊讲从巴黎到伊斯达摩斯，哦，这个所在，这第几页？第81页介绍这个人，奥巴马在这。第81页，第82页在倒位？咱台湾的代表啥？101嘛。82页，83页开始介绍 safe rel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。咱台湾民政府的啥物？介绍台湾民政府已经定在这了，第84页。咱的大家长，咱的秘书长在这。咱的秘书长夫人叫即挂未来，咱即挂少年的，这内底就是介绍咱台湾民政府。啊，为什么直接介绍？因为咱要出头天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啥？《时报周刊》1998期有介绍啥物？介绍咱台湾民政府啊，伫这个高峰会议被认证是一个合法的政府。哦，机器来认证咱，啊，即嘛是，恁有这本无？有这本《时报周刊》，咱有需要去了解吼、哦，了解。好，最后就讲，台湾一定要有法律，咱的法律就是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呐正常化，所以爱安呐，爱遵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咱爱来读法律，法律了解了后，才有法度交招朋友来吼，来将咱台湾地位正常化。那有一个叫做啥？中央时光走廊，我伫咱遮食饭遮，见证台湾民政府的艰辛。为遮，我都看到咱台湾民政府为过去为咱百姓打拼，所有一切吼。啊，若要更加了解，麻烦各位。一定要买这两本《新台湾论》上册交下册，我拄则有摕足侪引证有无？拢是为这两本册内底所写的。啊，一寡见证为倒位？
为蔡英文流氓政府为陈水扁有讲了啥？中华民国毋是咱真正国家，即挂拢是真真正正。啊，若要搁较了解，为遮来了解，吼、哦，咱今仔课程到遮，好、哦，谢谢。